这个夏天有关于湖人的消息一直是我们关注的焦点。没办法，这个夏天最具有意义的交易就发生在湖人队中。詹姆斯的到来也是彻底点燃了霍克比时代的激情。而就在刚刚，湖人也是再次传来关于詹姆斯以及麦基的消息，这次同样吸引了球迷不少视线。麦基和詹姆斯作为这两年总决赛上的老对手，两人可是没少针锋相对过。不过这个夏天两人也是鬼使神差反而来到了同一支球队，未免也是叫人意外。随着两人成为队友，美国媒体当却今天在 Instagram 上晒出了詹姆斯重新在社交媒体上关注麦基的截图，而该媒体还把一张麦基在2015年发布的一条 Instagram 动态的截图保下来发到媒体上。而麦基当时自己写道，当你被詹姆斯屏蔽了至少两年，而且你还不知道这样做的原因，看到这个新闻想必大家早已啼笑皆非。为什么詹姆斯会屏蔽一向耍宝的麦基呢？背后的原因我们也是不得而知。而想必麦基在发现自己被詹姆斯屏蔽两年后也是非常尴尬。不过现在两人已经成为队友了，那么社交网站上的日常调侃也就必不可少了。詹姆斯重新关注麦基也是意料之中。不过大家可以大胆猜测老詹屏蔽麦基的原因，是麦基曾经对詹姆斯有过不友好的举动，还是麦基总在社交媒体上晒总图浪费老詹流量呢？欢迎球迷们开动脑筋，分享你的看法。